将在人大市场企业监管截止7月27日完成令化学产品生产加工企业销售在全美的人贸市场、商业超市、集市等市场主体以及食品相关冷库从业人员责任解除工作。截至8月4日，组织人大企业及相关人企业监督疫情防控承诺书4023份，围绕进口水产品和进口肉品质量安全监管，明确8月2日，排查销售单位是2428家，在售进口水产品、肉品1065种，在售其他进口食品、含保健食品2123种。